四湖中正路上一间超商，每年拢会卖家己包的肉粽，为第一代甲单已经有四十年啊。第二代头家吴新峰接手了后，传承传统口味以外，嘛开发新的干贝口味粽。另外，传统的南部粽近四十年来拢无起价，甲单也是一粒35元，和民众用上经济介绍食到怀念的古早味。西湖中正路顶头一间超商，每一年肉粽节时拢会来推出古早味的南部粽。这个口味自第一代到即马是已经有40年的历史，早期是伫个菜市啊内面贩售，第二代接手了后才刷到即卖位置，是西湖人拢知影的好滋味。我要70年了，我从19岁过20岁地方，啊啦，咱的古早味，咱的传统。咱的传统做着，从因开始在卖，我就来甲买啊，就对啦。口味真好食，嘿，很不错啦。无去给因，你介绍拢足公道的，啊，佫口味吼，拢传统的就对啦，啊，拢真好食啦。第二代头家吴新峰接手做肉粽了后，传承传统口味之外，更会发新的干贝鱿鱼两仁肉粽。除了猪肉之外，更有满满的海产。另外，为何大家用上经济介绍来吃到古早味？传统的南部粽，伊是已经10年拢无起价，到即马也是一粒35元。五谷的较养生的五谷的四种，啊，加一间较高档的干贝，海鲜的干贝的粽子，嘿，大致上。哎，对对对，坚持了就是10年都不涨价，就是一个都是35元。为着方便外出的乡民买来吃到家乡的好滋味，起码第三代家里了后是替厝内嘛来拍开网络的通路。我们现在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很多 在地的孩子外出啊都 没办法回来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有在走网络宅配的这个方案，就是让外出的游子可以吃到我们家乡的味道这样子。哦，我们都会建议哦，因为传统哦，在端午节那个礼拜哦，那个宅急便他们的货量都会很多哦，通常都会延迟到货，所以我都建议说在端午节前一个礼拜哦，就是赶快下单，然后赶快寄出去，这样才可以保证说都可以收到这样。南部粽以青米落去包，甲用水沙为特色，代代传承，是乎古早味40年来拢无走味。记者王可选采访报道。